这是我吃过最不像胡辣汤的胡辣汤啊，这价钱是真便宜，2块钱一碗。有懂行的吗？这个正宗吗？哈喽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曹县啊。曹县小伙伴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吗？这个是一个农村大集。我们来看这个是卖什么的。他这是胡辣汤啊？胡辣汤多少钱一碗？2块。哦，我来一碗胡辣汤。你搁这吃吧，在这吃。咱们好。一碗，快点！皮煎包，韭菜鸡蛋的。啊，韭菜鸡蛋的，猪肉大葱的。哦。这怎么卖的？1块钱俩。1块钱俩，5毛钱一个。肉的也是吗？一样馅。哦。生意真好啊。就这个饭碟。看这个生意好的，我目测这边应该有几十个人啊，在这边排队，然后每个人都拿一个小盆儿，在这边等着啊，生怕轮不到自己啊。水煎包刚大姐讲说是5毛钱一个，1块钱2，颜色好漂亮啊。有两种馅儿，一种素的，就是韭菜粉条鸡蛋的，一种肉的。评论区肯定会有人讲说这边的环境不干净啊，直接用手啊，或者说怎么。但这个就是农村大集真实的一个环境啊。其实这个真的看得见的卫生啊，它真的不算是脏啊，它只是环境有点脏啊，露天的这种看上去。来，来看，看啊，已经开始可以出锅了。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小盆往前推一下啊，哇，这大概要这么多。它这个颜色啊，它是下边煎的金黄色的，然后热气腾腾的，哇，要这么多，怪不得每个人都急着往前，真生怕买不到。这个一个人就要这么多，它是1块钱2个啊，这盆估计得有10块钱得20个，它还是要3块钱2块钱的居多啊，因为它这个包子看上去还是很大的。都是从哪儿拿的这个盆儿啊？那个盆儿还有吗？他自己拿，哦，自己拿那个盆儿，生意真的好啊，都在这排队。来，四块钱的，四块钱的，5块，3个，6个，8个，4个。你带走的吧，我在那吃不着。多少吃盆儿？哎，有盆的吗？看收2个盆呢。啊，你拿走的吧？一半肉一半素吧。那啥，肉素。肉是多大的？全是肉的吗？来，给大盆儿。拿啥吧？10块钱的。累，你带走的吧？哎，够。一死啊！五块钱，太多了，往咱家了。有地方坐吗？看啊，这个是我目前喝过最便宜的胡辣汤了，2块钱一碗，里面有花生米，这个是粉皮还是什么？还有海带丝、面筋丝，哇，好浓稠啊！然后这个更火的就是这个水煎包，刚一出锅就被抢了啊！看，5毛钱一个，哇，这个颜色你看，金黄色的，哇，真漂亮啊！来，我们尝一个，看这个什么馅的啊？
哇，韭菜、粉条、鸡蛋，哇，哇，肉眼可见的新鲜了，你看，漂亮。胡辣汤，不过胡辣汤的颜色好淡，看着啊，嗯，哇，好吃，啊，气儿有点咸了，这个黄黄的，这个地方是最好吃的。这胡辣汤没有那么辣，我是我喝过最不辣的胡辣汤。我来个肉的，哇，很饿。这个是肉馅。嗯，刚出锅有点烫啊。哇，这个也真香啊。嗯，好多粉皮，你看。有没有懂行的？这个放粉皮的胡辣汤，这个是不是正宗的胡辣汤？价钱是真便宜啊，两块钱一碗。嗯，这个肉馅儿也好吃。哇，这个水煎包是真的大，看，两个就饱了。嗯，相比这个肉的啊，这个素的吃起来会更鲜一点。嗯，来，再来口汤。啊。正常人的饭量，一碗汤，然后再来四个这个就够了。饭量小的两个就 OK 了。嗯，这早餐真舒服啊。嗯，水煎包是真的好不错啊。这个胡辣汤呢，就是太淡了，胡椒的味道太淡了，没有那么辣。